波波星球，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有没有挥挥手 ？Goodbye，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 ，Goodbye，Goodbye，See you tomorrow，Goodbye，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 ，Goodbye，Goodbye，See you tomorrow， 挥挥手，挥挥你的小手，再见。我的朋友妈妈要来接我，我们下天再见喽！回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的阳光，好多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玩。Goodbye 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Goodbye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Goodbye。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Goodbye，Goodbye，See you tomorrow。我们的那个吉祥物要不要上来跳？我们要不要邀请我们吉祥物上来跳？好，那没关系，可以吗？可以吗？好，没关系。Goodbye，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Goodbye，Goodbye。See you tomorrow. Goodbye, goodbye. 我们大声说再见。Goodbye,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拍拍小手，拍拍你的双手。今天又是满分的一天。See you, 我的朋友。我们下天再见喽，红毯区。回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的阳光。好多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玩。Goodbye 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Goodbye goodbye，See you tomorrow。Goodbye goodbye， 我们要先说再见。Goodbye goodbye，See you tomorrow。等等圈。回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的阳光。好朋友，好多的朋友跟我一起玩。Goodbye goodbye， 我们大声说再见。Goodbye goodbye， See you tomorrow。 Goodbye goodbye， 我们大声说再见。 Goodbye goodbye，See you tomorrow。 嗨，我是泡泡哥哥。在过去的15年，教导超过10000名孩子儿童律动的经验，更让我深刻的了解到父母们的需求及如何透过律动带领孩子跳出黄金发展关键期。在上百位爸爸妈妈敲碗之下，创作这一堂幼儿儿童感官统合泡泡哥哥律动课，带你开心跳出发展关键期。在这一堂线上课程中，除了律动还有肢体发展相关课程之外，我也会手把手示范在家就可以和孩子进行的感觉统合小游戏哦。现在下单输入 POPO 可以享有优惠，帮助孩子掌握发展关键期。想要泡泡哥哥到你的学校拍摄舞蹈影片吗？赶快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BOBOPOPO， 小老鼠 BOBOPOPO， 加入官方 LINE@ 留言你的学校，留言数最多的学校，泡泡哥哥就会到你的学校拍摄舞蹈影片哦。记得订阅波波星球泡泡哥哥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